我不需要救。和尚，醒醒吧，赶紧把梁坤交出来。阿弥陀佛。交出梁坤，你就到你的鬼庙里去安安静静的念佛吧。念佛不一定要到庙里，心中有佛随处可以修行。少啰嗦，梁坤到底在还是不在？施主，杀戮蒙蔽你的双眼，即使是你要找的人就在你眼前，你也会视而不见。我看你是找打。
一呀，嗨，呀，呀！谢了。呀！看枪点儿！呀！嗯！啊！这！哎呦！呀！哎！哇！大！哇！来！得饶人处且饶人。